慢点慢点，可别摔着，可别把我那东西弄坏了、哎，这嗨，什么人呢这是？谢谢。还有还有，又了不得了啊！还是你，哎呀，你这是上货来的啊、嗯！哎呦，哎呦呦，这太大了这个。得了，给我先给拿一趟。这个说相声最大的好处就是家里开个超市不用上货，这也是观众对我们的支持，真是别花钱了啊！每次来花那么多钱买票，我就心里挺受不得，真的啊，哪有这么大能耐啊？那喊退票，你也是想瞎了心了。嗯，人家给这么些好东西啊，就咱们拿哪儿卖去？哎嗨。不是家里有小铺吗？听见了是吧？刚才是高峰高老师，是高老师唱快板说相声特别的好，是这就是嘴有点松啊，这话筒上现在都是口水，至于不至于？卖力气，至于湿到那儿去吗？你这，哎呀，行了，那太没功夫了啊。嗯，让他下去歇歇嘴。哎。又换上我跟于老师来了，再说一段。无论到哪儿说相声、嗯，身边只要是有谦儿哥，嗯，我就踏实。您客气，真的啊，嗯，哥俩相好半辈子了，是我们两家就通家之好，这关系不错。真的，这实话实说，嗯，我每次就看见他儿子，我就说是发自肺腑，真的、嗯，我就爱的就不行了，真的，特别爱、啊。嗯哎，这你们给许出去了是吗？啊，这是有熟悉的观众啊！啊，知道于老师的儿子叫郭小宝、啊。谁叫郭小宝？啊、叫于小宝，于小宝啊！小宝是我给起的。是。生完之后我赶回来，我说赶紧，我说给孩子起个姓儿吧。啊，起个姓儿啊！好，姓儿要随便起的吗？不让，不让拉倒。多新鲜呢！这也看出咱这个人来了啊！做好事不留名。对，嗨，这叫好事儿吗？这挺可爱。孩子不错，孩子们也都长大了，是，咱们也都老了，真是这样，是不是啊？嗯，虽然是比原来岁数大，但是在台上一丝一毫的偷懒都不行，那精气神要在，尤其是谦儿哥在艺术方面认真负责，你过奖应该的，就你们是不了解这个人，你看他台上、嗯、有时候嘻嘻哈哈啊，嗯、看着好像挺不要脸那样的，谁不要脸、啊？但是台底下这是个正人君子，啊，那倒应该是这样。真的，嗯，长这么大，他连洗头房都没去过。啊，行，你们去过，你们去过、哎、啊。你们这是信是不信呢？这是，洗头房是20年前一个喜闻乐见的群众业余活动场所。哪儿？上那儿业余活动？一个不大的小房间，点着一个粉颜色的灯，里边坐着一个大姐姐。嚯、哦！她说她是美容美发的。嗯。你把那个房子拆碎了，连一把梳子都找不出来。人家不用这工具。这个地方于老师从来没有去过，咱不去那地方，他都不知道是干嘛的。我非常天真，从那儿走他能走过去，不知道吗？非得大姐姐敲窗户喊他哟，噔噔噔，哦，玩会儿吧。哦，好家伙，谁玩谁呀、啊、这个、嗯、声太粗了，这个能吓于老师一跳啊。啊，哦，多少钱？哎，别问价了。我不打算进去，我还问价干嘛？没去过呀。啊，我认识说相声的就俩人没去过。除了我还有谁呀、啊？那个人叫孙越。哦，也是捧哏的演员，跟岳云鹏说相声那个胖子。是的，400斤，差不多。他没有去过洗头房啊、哦，也是单纯进不去，哎，门太窄是吗？他让那大姐出来，大姐不出去。那是，大姐说我们这个行业没有露天作业的。废话，什么词儿啊？这都是，就这么俩好人，啊，于老师重情重义，这人性好。关键你说这么趁钱这么富贵的人，品性这么高贵。啊，怎么趁钱的？不至于。他家里祖上是做官的，还在之前有过一任。他的曾祖在清朝，嗯，负责鹤顶红的品鉴。
这差是官运不旺吧？上任当天就去世了。哎，那就是来活了，那就是。后来他爷爷说了，啊，不要做官。怎么了？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强。这也对。后来他爷爷成了一个武术家。哦，练武了。哎呀，练到一定程度，嗯，铁兵刃不敢动。为什么呀？怕伤着别人。就这么大的能耐，随身拿葫芦防身。葫芦能防身吗？你看他拿个葫芦，你就打不过他。你瞧瞧。后来觉得一个葫芦杀伤力也太大。那怎么办呢？把葫芦劈开，背着一半葫芦行走天涯。你瞧。一半葫芦，这叫瓢啊。是。武林中给他爷爷贺号。他叫什么呀？天下第一嫖客。嗨。太难听了这名字。背着这瓢。啊、嫖到东，嫖到西，啊！后来嫖到韩国，韩国说不成。后来他就叫嫖不成了，是吗？对，没有这样，都连着的。后来到他父亲这辈儿了，啊，家里依然很有钱。哦，他父亲那算是纨绔子弟啊！啊，纨绔子弟，玩大胯玩的可好了，没听说过。纨绔子弟先玩裤子，对，后玩大胯是吗？啊，很厉害啊、哦！他父亲年轻的时候就穿着英国的西装、洋装、意大利的皮鞋，真好，喷法国的香水，世界知名的法国香水，味道不一样哦，什么牌子呀？没事没事，又特别特别香，没听清楚、啊，跟其他的不一样。不是，法国的香水，您说这么热闹，什么牌子呀？林司令，哎呦，特别特别好闻，还不如刚才呢。您把名字说清楚了，什么牌子？王守义。哦，十三香啊！他出门喷一身左溜出去，合着打谁跟前过谁流口水。那是，都想起大腰子来了啊！就是这么一个大户人家，嗯，才有了这么一个孽种、哎，那个定那么一个。独子，独子，独子，独生子，又这么一独子啊，独子差不多，独生子、啊，这是大户人家的后辈儿孙，不敢说。书香门第，宦官之后，对，宦官之后，宦官是太监，不是怎么说？官宦，官宦之后，对了，趁这么些钱，嗯，重情重义，应该的。六岁就爱上了他的表妹，我怎么爱上表妹了呢？表妹的名字叫绿茶。绿茶婊，您说那是？我知道这词儿。表妹，我要娶你，还跟人表白呢。表妹说不行，怎么？你看表哥表妹哪能结婚呢？你瞧人小女孩懂。我长大之后是要嫁到一个遥远的国度，嫁给王子。怎么还非嫁给王子？小女孩都有这个王子的公主的梦。哦，嫁王子。我以后嫁给一个王子。嚯、哦，我的王子叫独孤孤独咕噜嘟子。你跟他说吧，那就是我。况且我拿筷子拿得远。怎么了？哎，老人说拿筷子近，嫁的就近；拿得远、哦，嫁的就远。啊，拿远就嫁王子了。果然越拿越远。哦。后来两根筷子接着一块儿吃饭。嚯、哦！长大之后果然，嫁给王子了。嫁给炸油条的了。哎嗨。也就炸油条才用这么长筷子呢。谦儿哥是个好人啊，在跟嫂夫人结婚之前、嗯、只交往过一个女朋友，这不就很正常吗？是一个叉车的车模。好嘛，我还是那咕嘟嘟咕咕噜嘟吧。那个女朋友的名字叫彪子。我交一女朋友叫彪子呀？叫彪子啊。哎，这个名字您听着就知道有多秀气。您怎么听出来的？这个很漂亮，没事化妆戴一脑袋花。哦，花都戴满了。哎，俩人手拉手走到街上，好多人都问，问什么？谦儿这是给谁送花圈去？好嘛，脸太大了吧。这闲着没事，俩人找一个喝糖水的地方，就是水吧呗。每个人拿着一大杯黑珍珠奶茶，前几年兴喝这个，含着吸管看着对方能玩一下午，就这么喜欢。这是
喝呢，这儿吹呢。不是，哎，这你看，玩出事儿来了吧？呛着了。那还不呛着吗？这半杯黑珍珠，啊，顺着彪子那鼻子眼儿噼里啪啦。哎呀，太恶心了，这满桌子都是。哎呀，把谦儿乐的呀。是啊。啊，就这样。嗯，别吃啊！哎，行了。哎呀，太恶心了，这个咸丝丝儿。哎，行了，别形容了。彪子看不了了，那是夺门而出，人家跑了，谦儿赶紧追。是啊，把门夺回来。对，这彪子抱着门跑的，合着是。我什么叫夺门而出呢？这后来两个人分手了。啊，是。彪子是于老师生命中的过客，就赶紧过去吧。嗯，过客也是客，该接也得接。哎，好嘛，我这接客呢，我这。这到后来认识了嫂夫人，就我这媳妇儿。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是前生造定事，莫错过姻缘。好啊，两个人感情特别的好。是，到现在无论到哪儿去，停下车，谦儿都主动下来给嫂子开车门。这叫绅士风度啊。在停车场你看到一个男人主动开车门，只有两个原因。哪两个原因呢？第一，这个车是新的。哦，第二呢？这个娘们儿是新的。这嗨，反正得有一是新的。刚才在后台换演出的服装，嗯，脱了裤子换这一条，嗯，我一看谦儿哥脱裤子，我都感动得要哭了。这有什么可感动啊？人家两口子穿的是情侣裤衩。你看我们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一会儿。哎，你把这事儿给我说清楚了啊！你怎么知道这是情侣裤衩呢？高峰告诉我的。哎，好嘛，合着就我一人不知道。我告诉高峰的媳妇儿的。哟，挺好啊。玩笑说玩笑，是说人家两口子这份感情。反正我们有基础。我见嫂子也规规矩矩、客客气气的。那也应该呀。老话说得好，老嫂比母，小叔子是儿。对了。不管我心里多别扭，只有嫂夫人能劝得了我。哦，她能开导。不管是工作上、事业上方方面面的事情，心里别扭，哎呀难受。嗯，谁劝我也不行。哦，到嫂子那儿是，一定是可以把我说服。谢谢大家的理解和鼓励。哎，我听这别扭，我们团结起来把这气死。哎。就是真是很疼人。那是嫂子有事也问我。哦哦，打一电话，郭德纲你在哪儿呢？你来一趟。哦，多忙我也得去。那是啊，把手里的活放一放。是，赶紧洗澡。嗯，洗澡换衣裳。哦，喷香水赶紧去。您这是找嫂子谈心去。嗯，没听说谈心来啊。到这儿了。哎，于谦的家认识吗？伸手拍门。哦，啪啪啪。嗯，这是拍门的吗？这个啊，啪啪啪呀！别使劲了，你看什么了？你按门铃啊？嗨，有门铃儿，多新鲜呢！啪啪啪！嗨，什么缺德门铃啊？这是？哎，哪儿买的？真好，就好什么呀？那俏皮、引人入胜的门铃。嗯，赶紧开门吧。门开了啊，嫂子出现在我的面前。哦，穿着一个超短裙，什么场合啊？这穿超？在家怕什么呀？哦，又何况没那么短，到哪儿啊？锁骨啊，锁骨，那不叫超短裙，那叫假领子，知道吗？上头这个边儿在锁骨的上头。我问你，下边在锁骨的下头。哎嗨，还是这么短。进来了啊，嫂子。嗯，谦儿哥呢？哦，你来的正好。哦，刚走。刚走啊？那叫正好吗？吃饭了吗？嗯，还没呢，嫂子。哦哦，来、吃豆腐吧。吃什么豆腐？小葱拌豆腐呀。嗯，还给我切了一盘金华火腿。这是韭菜啊。嫂子，这是什么呀？嗯，你傻呀？不认识。有一腿。你们俩这事儿非搁明面上说吗？这个避讳点不成吗？吃着喝着。嗯，嫂子给你包饺子，吃的还挺全。有句老话你听说过没有？什么话呀？好吃啊，啊，不揉饺子，哦，好玩啊，怎么着？可不如包饺子。哎、
您这太开玩笑了。嫂子啊，吃也吃了，喝也喝了，是您找我什么事情？对了，说正事儿。一说这个，嫂子眼泪下来了。怎么了？我也只能问你了。什么事？我是拿你当我亲兄弟是一样的。啊，是因为你是跟谦儿一起长大的，我们是发小。我问别人他们也未必了解。你就说吧，你一定要告诉我实话。嗯嗯嗯，嫂子您别吓唬我呀。哦，怎么了？对呀、啊，就是你们一起长大。嗯，他当年嗯上学的时候，哦，也是每天睡觉前吃炒黄豆吗？嗨，你提这干嘛呀？不是你这玩意儿真是上下本都连着的是吗？各位，你要看别人说相声啊，啊啊，随时来，随时走。哦，没事儿。你要听我，你一定在开场之前就得到。怎么？要不然别人都乐，你不知道因为什么。哎嗨，这不知道不知道吧？我们上学的时候，他睡觉前十斤黄豆，三盆凉水，都介绍过了。攒气嘛。别提这个了。后来这个好习惯一直带到了婚后。那么长时间，唯一的变化就是后来换了桶装水了。哦，不用盆，每天晚上喝一桶水。也喝好几盆啊，一桶水。十斤炒黄豆，哦，还坚持吃完之后，然后在肚子里存气，哦，早晨六点半排气，都定点儿了啊，叮当，嘚儿烫，踏的令，踏令叮当，你结婚我来到，啊，没人唱这个，我看刚才高峰是不是跟你那学的？不是，不是，点儿味儿都对啊，这个，放出一副板儿来，合着，早晨六点半开始放，哦，放到七点。半个小时，嫂子是七点半苏醒，熏晕了，这是一睁眼，嗯，先得打磨打磨脸上的痘面。哎嗨，哪有那么些痘面啊？这痘面都知道哈啊，你们都吃过那个北京小吃驴打滚吗？哎呀嗨，这太恶心了。哎呦啊，耳朵眼里还有一黄豆，呵好，没嚼碎。行了，我这牙口、啊，后来他媳妇上医院检查，就有轻微的脑震荡。啊，天天崩这个啊，问我怎么办？我说我哪知道怎么办呢？啊，我说那没有辙，他改不了。这习惯啊，你就吓唬吓唬他吧。这怎么吓唬啊？你就跟他说，要再这么放，一定会把肠子放出来。这谁信呢？我就这么一说啊，说完我走了。哦，他媳妇真听话。哦，谦儿，你不能再放了。怎么？再放肠子就出来了。啊，真说小孩都不会相信呢。对，他那么聪明的人啊，更不信了，能信这个吗？嗯，不往心里去。哎，天天说，天天说也不听。嗯，哎呀，一晃又半年。是，这天他媳妇儿早晨起来给他做北京的小吃。什么呀？卤煮。哦，就是卤煮小肠，猪肠子做的。哦，洗这猪肠子，一边洗一边恨。嗯，我说话你也不听，你就放吧，啊，你早晚得把肠子放出来。我没信，他信了。你这肠子，嗯，这什么意思？我媳妇这样，有肠子呀，有肠子管什么呀？把这猪肠子扔在被窝里边啊！他一放完一害怕，以后就改了。好嘛。把这肠子擦干净拿出来，嗯，七十多斤啊，七十多斤，这猪得多沉呢，这个，这，哎呦嚯！进屋掀开被子走，哎呀，我能让这肠子给撞地下去。嗯，媳妇又出来包葱包蒜，看着表啊，六点半，哦，屋里边，叮当，嗯，怎么意思？十分钟门开了啊。于谦脸都白了，不许进来，啊！把门关上了。是，又过了半个钟头，嗯，门打开了，啊！于谦出来，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没事了，媳妇儿，你老说我要把肠子放出来，我还不信。对，今天真放出来了。是啊，不过你不要害怕。怎么呢？我把它都塞进去了。我去你！后来呀，哎，行了行了，好，还要往后续呢。
一说一乐，嗯，不用往心里去。对，你说说谁呀、啊？嗯，也不能说观众，那不行吗？哎呀，谁今儿这故事啊？谁谁谁他媳妇跟我可不错。哦，你看就是第五排，你看就是那个胖子啊。这还没说完了，那菜刀上来了，这打起来了。不能说观众，也不能说其他行业，不行吗？啊，我们说的这个人就是湖南省长沙市什么什么单位的。我这没说完，他在门口堵着我呢。啊，所以我们只能说自己。对啊，容易让人家说你们这毛病啊，你们老说这个，其实也是因为演的太多了。多啊，我要一年演一场呢，一辈子说三段呢，也不会有人挑毛病。哦，就是你说的多，让人就听得多。是，但没有办法。对，又不会别的手艺。只会说相声，那就说呗。啊，今天到长沙来挺开心。嗯，这个场馆，起满坐满好几千人都在这儿了。长沙人是有多爱听相声啊？要这样以后我常来啊。好好，那么多人呢，灯一亮我才看见啊。啊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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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各位辛苦，各位辛苦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呦，天津的，哎呦呵，哎呦呵。他管我喊公公，我是哪个庙里的？哎呀嗨，我跟着皇上呢，我是啊。哦，好，姚的姚的，好，四川的这是啊。你们是不是都迷路了？上这儿来听相声？一个长沙人没有，除了天津。哦哦，都是哦，福来福来福来哦。谢谢谢谢谢谢啊，谢谢大伙儿那么支持，那么鼓励。对啊，这个你们喜欢的话，以后我们会常来。哎，德云社。啊，下次安排一下啊，什么郭麒麟呐、啊、张云雷啊，啊，吓我一跳，是欢迎是不欢迎啊？哦，好，让他们来啊，让他们来。还有那个喜欢帅哥的，我可以安排孙越他们啊。哎，好嘛，一回就管够啊，让你们爱吃肥肉啊，挺好。嗯，德云社大部分都是我的徒弟。对，像我这个辈分呢，其实像谦儿哥呀、什么老高啊，嗯，十几个。这不多啊，不多，这得谢谢他们一天到晚的帮我处理很多的工作。没有，没有，老高也很辛苦，高老师最辛苦，高老师教学什么的都他管啊。是是是，因为高老师、哎、老高在那儿站着，老高，高老师过来一下，来吧，聊几句。这是我们的高峰高老板，是客气啊，我们三个师兄弟，对、啊，三个师兄弟。我师父是侯耀文先生，哎，嗯，谦儿的师父是石富宽先生，是了。老高是范老师的徒弟，哎，就是、范老师是范导爱，哎，去，别瞎介绍啊！啊，我老恩师叫范振玉，翻译过来是范导爱，没有，不用翻译就叫范导爱，去去去去，啊，没你乱不了，啊、他就一个名字，范导爱，就是，哎，别玩笑啊，范振玉先生，可惜三位先生都去世了，太遗憾了。哎哎，我师傅活着呢啊！哎，好家伙，一句话说死一个，您这对，谁的师傅谁惦记？您看多新鲜呢！您这话有点过分了啊！是，应该明天回了北京再说。哦，哎、就活这一个礼拜，哦、一天。嗨、哎，你可别许他回来讹你、哎。说多了，这哥俩对我来说帮助很大。哎呀，您在德云社，这也是青天播玉柱，架海紫金梁。干嘛这么客气？今生今世，我是无以为报。您打算、哎、若有来生，下辈子我要是当了皇上，嗯，于谦，哟，你是我的大太子。嗨，高峰，我，你是我的二太子。行行，别说了，胡说八道，说梦话来了啊！多可气，凭什么你是大太子？朋友们，没有任何征兆啊，拿起嘴就说，端起碗就喝，你知道你是什么呀？你先高冷，你大太子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我质疑一下，质疑对吗？不对啊，哪儿啊？就上来就冲我，我怎么就不能是大太子呢？你甭这假甭脸这劲儿，我告诉你，不是这哪儿就我就，你有什么资格当这大太子？你列出来。这还用列还用资格干嘛呀、嗯、这咱们就说最明面的话，你叫我跟父王合作多少年了，对吗？你这个人呢，你这叫偷换概念。怎么了？这合作跟排行没关系，知道吗？你行八也可以合作呀。那咱不提合作的事儿、哎、咱就提年龄，可以吗？我虚长几岁，我是你哥哥，在这儿我排大太子，我怎么了？我你岁数大，岁数大，你死的还早呢，对不对？你提这个说那说那没用，我大太子，剩下你挑。我那
你先等一会儿啊，我这刚琢磨过来，咱俩都儿子辈儿了，咱这争竞什么呀？咱这，咱得跟他争竞争竞。对呀、啊，哎，姓郭的黄儿，去。今儿又添这么一句，怎么黄儿呢？啊，穿的黄色的、啊。我们怎么成儿子了？我们孙子呀，更不行了。你看，哥仨，就是咱仨得好，哎，是不是啊？对对对。行，要好的话，让于老师唱个歌吧。哦，哎，顺不顺？对对，你看，我告诉您，我们都没想到，你看，你们是要听于老师学那老骚猫吗？什么？于老师已经起誓了啊！他说他不要在台上唱这个了，哦啊、要唱的。我们后台打赌，他说他再唱这个，嫂子跟我走，是吧？哎、我是不要啊，是吧？啊，别，我会学狗叫吧，没有不来、哎。既然您强烈要求唱个歌，哎、谁强烈要求唱歌？行，咱们呀、啊，那个说实话，上次是挤得没辙了，唱了这么几句。哎，对，那个。这么大年龄在台上唱那个确实是不太雅，反差美嘛。咱还唱一个老歌吧，啊，好吗？对，唱一个，赶什么算什么吧。一个臀部有点，一个臀部干嘛？啊，咱就唱一假行僧吧，好吗？说这几句啊，好。我要从南走到北，我还要从白走到黑。我要让人们都看到我，但不知道我是谁。假如你看我有点累，就请你给我倒碗水。假如你已经爱上了我，就请你吻我的嘴。好，谢，真不错。唱的真好啊！就是干的，还要学猫叫，还学猫叫。你要学猫叫，得让张鹤伦给你学一个。哎，对，哦，来，把张鹤伦他们都叫上来吧。哎，好主意。来，我们现场灯光老师把灯打亮吧，不用再按着了。在呢吗？在呢吗？来，上来吧，亮着吧，咱们互相看一看啊。对，来，张鹤伦他们都来了吗？快来。你来这个，你给学一学。来，哎，张鹤伦啊，人家说要听学猫叫。没有我于大爷叫的好，你主要没有你大爷叫的骚。我不是我大爷叫的，就是那种猫像发情那种感觉，还是骚。那个学猫叫这个不好，唱一别的。哦，行啊，来一个那个啊，破鞋露脚尖的，听听好不好？大小姐，哎呀，我的天儿啊！破鞋露脚尖啊，老师让我交学费啊，我说等两天啊，没钱我光脚丫啊，外边飘雪花啊，邻家小妹瞧见了啊，眼泪含眼圈啊，她是我的心肝啊，起名叫小娟啊，闭月羞花沉鱼落雁，比我胖两圈啊，如今他有了钱儿了，给人当小三儿了，德云社里说相声的捧哏叫于谦儿啊。这是一个纪实的歌曲啊。谁说的啊？我先挨个介绍一下今天的各位演员吧啊，打那边开始，高峰高老板，旁边这个是我的爱徒啊，栾云平，我徒弟啊，郎鹤炎，张鹤伦，这是我徒弟，也是我干儿子李鹤东。这是我们这行的大辈儿，比我还大一辈儿啊，谢金。主持人是我的师弟，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，少侯爷侯震。咱们唱个大西厢吧，好吗？好。嗯，都往前站点，往前站点，来，跟着磕苏来啊。次日清晨，辞别老高命啊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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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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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办案人等我上了伯龙马呀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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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一心赶考，够奔东京啊！哎哎哎哎哎哎！走过三里叫桃花店呐、啊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呀！越过五里杏花营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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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桃花店前出美酒啊，哎哎哎哎哎哎。杏花坡前女儿花容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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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花美酒美留也留不住啊，哎哎哎哎哎哎呀，十里亭坐定了崔莺莺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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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好难唱的这叫西厢记呀、啊、哎哎哎哎哎哎哎呀，愿诸位阖家欢乐福寿康宁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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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今晚的演出到此结束，谢谢。